第二是一些大陆外地的居士来一次不容易，很想再做一次仪式以满心愿，或者是慕名前来的，或者是之前不是皈依净土法门，现在啊来本协会想再做一次皈依和受五戒，这样可以吗？那随顺人情也可以啊，所以也可以做一个仪式啊，我们把皈依证送给你啊。最重要的刚才说过了，你要学啊，从哪里学起？一定要从弟子规学啊，弟子规是三规五戒的基础，像我们想盖房子盖大楼那是地基啊，你一定把地基打好，你这才能盖得成功，否则的话是你决定盖不成功的啊。所以弟子规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